所以讲今日哦，我上尾也足欢喜来去买我上爱食的这个宝岛肉丸吼，啊，来准备给大家。那希望大家在这边的我们的街友朋友，不要不只是感受到食物的温暖，也要感受到我们所有跟大家在一起这个社会的温暖啊，因为吼，这个社会其实对街友的议题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。那我希望借由更多的人站出来，可以凸显这是一个人权的议题。街友其实是一个人权问题啊，我也希望市政府能够多注意这个问题，能够让街友有更好的待遇。那谢谢那个观船局检阅院局长跑来关心，他很热心，提供免费旅馆可以洗澡。那社会局也注意这个事情，那也有企业在准备睡袋。我觉得因为这个活动一启动，很多人注意，大家就会共襄盛举，让大家都来体会一下寒冬的夜晚，我们露宿街头的辛苦，这样子的一个难受啊，也提醒我们说，这不是街友的问题，更是我们的大家的问题，也是政府应该要赶快解决的问题。街上最远的距离，是我举着房屋广告，整天自己缴一瓶也买不起啊。我在唱这首歌之前，我其实想提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，其实我在从南部上来北部的时候想到的。其实啊，我像比如说我们美浓啊，那个采野莲很缺工，采陈蜜香番茄也很缺工，大家都找不到工人。所以如果有能力做比较持续性的工作，大家其实可以考虑往南走吧。那北部比较湿冷啊，可是现在冬天南部是比较干，也没有那么冷啊。其实现在台湾农村很缺工啊，很缺工人啊。好，那这就先丢一个问题出来啊。那下一首歌叫《仙人游庄》，就是大家加油，然后努力站起来。人生真的是起起落落，我自己也曾经有过那种失业感很重很重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好多好多的负面情绪哦。